接受这个数据后，他很透彻的研究，然后去读这个永恒的泰坦耶经，我可以见到那个书本的经典的重要性。完成了大学的学会之后，在盖伊格达，他结束他的教育，但是要照顾他家庭的责任也是在他身上，他不愿意地接受一份工作，在盖伊格达工作。那个时候，他遇到那个扎格古鲁利天利的普瑞斯特叔叔们巴提西登特萨萨提帕布帕，他受到他深深的影响，听到他有力的哈利卡塔的影响。1923年，在机场的日子 ，Chris 贾马斯米接受启迪，帕布帕给他启迪，乌提亚登格高爹妈给他一个名字。Prana Valanda 精瘦生 Mama Cherry Papava Sarastata Taku 很满足他的稳定，他完全的皈依，他爱心的服务，特别是他写作的能力，所以他给他一个责任去管理，才送姓名传教说那个哈利卡塔，去印刷杂志，还有写那个文章，在虚构爹妈庙里边，虚构爹妈的月函里边，为了这个印书的服务，普利马哈拉奇丢留在不同的地方，盖伊格达。Krishna Naga 还有麦耶婆的地方，为了传播马哈帕布的教徒，他不但游遍整个曼加拉，还有到另外不同的地方，他遇到很大的成功。吃了普利马哈拉奇，没有去过西方。纵使他是印书的一部分，伟大的古鲁德印刷了一个书本，他也结局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个书上面。有时候他跟他的咕噜爹去传教，有时候他跟舍勒帕布帕亲密的沈亚西去传教，他侍奉他的咕噜爹，通过内在外在的信愿的服务，满足灵性道士内心最深切的愿望。咕噜内心的心愿，第一就是传教，因为正如释迦牟尼佛说明，他觉得马哈帕布最内心的愿望在这个世上传教，同时后他做到心愿的服务，跟随马哈帕布的顺序，马哈帕布的到来，外在通过传教满足主的心愿，内在满足主的心愿是通过发展灵性的专注，我在做一个收窄。内在是处一个 radical 的小女仆的冥想里面，两种服务，内在外在传教，还有觉悟自己内在的
去了 Puri Goswami Maharaj 在就还去了去了 Bhakti Pragyan Kesari Goswami Maharaj， 还有去了 Bhakti Dayata Goswami Maharaj， 去了 Bhakti Rasa Goswami Maharaj， 还有其他的神兄弟。我有一个很美妙的机会服务他们，聆听他们的哈利卡塔，他跟我有很多的感情。他常常都是我回他的门徒，我很尊重他，好像我尊重我咕噜爹一样。很多次他祝福我，给我很多恩赐祝福我。有一次我们去外面一个庙，我们一起去恒河沐浴，我帮他拿着衣服水壶，还有我自己的水壶。我从我以前家居生活里边用的水壶，我把水放在里边，在恒河里沐浴。沐浴完了，我发觉我的水壶已经被恒河水冲走了。那个水壶被恒河水冲走了，当时很接近那个大海的。Puri Maharaj 他很温柔地说，你离家出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妻子，离开你的儿女，成为一个弃绝症。现在为什么还需要依附这个水壶呢？我在烧，我拿着那个衣服还有水壶回到庙里边。每次我们的见面，他都提醒我我们这段逍遥的时光，我也不能忘记一生他给我的恩赐。一段很长的时候之后，普利狗说明他的莲花足是值得崇拜的，他的不知怕是同样一样东西。过了很长的时候，去了 Puri Goswami Maharaj， 有一个责任是服务神像阿兰特瓦苏德的神像。瓦德曼的国王就能够服务这个神像。当他观察到、留意到虚拉高利普利狗说明内心的愧怼，他很印象深刻。他把这个神像服务给他做。虚拉高利普利马哈拉丘跟这个门徒掌管这个庙宇，也有很多次我也有很多次在那个地方见他。我常常见到他很忙，他写书，他的笔永远不会停下来，每一刻他都写这个文章关于神髓的风爱。他唱中他一定的穿梭服务神像之后，沿着经典以后就把这些文章给不同高殿嘛，在不同高殿嘛做有一个月函做那个总篇册。两天之前，我们古鲁马哈拉有一些门徒
打开那个 Facebook 那个 Man 出。We stood up 纯粹 chatting 也顺势这个 Man 出 Facebook。We stood Bharti Regan Bharti Maharaj 的 Facebook 面书，奉献者回放一切他生活的放在那个面书上面 ，Facebook 上面，很多年之前也放上去，很多大神，英文的大神都放上去，一部分，每天都有新的 update， Vasanti David。是其中一个上载者，会输的，纯粹倾听也的算是，是输了巴布拉提马拉给这个名字，这个约翰，古鲁德的约翰，巴提达尔塔马哈拉什的约翰，是去倾听也万里。跟随他的步伐，是的 Bhakti Puri Goswami Maharaj， 他成为一份这个约翰的总编辑，所以他三个人有很非常秘密的关系。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他住在玛耶坡，玛耶坡，他娶了高品了。Godiamat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的时候 ，Bunki Mohan Chakatita 在 Juganapoli 哪里？每年都有四个木头 ，Juganaga 他们都会把 Juganaga 的神像从一个墓里边雕刻出来。Puri Goswami Maharaj。他有一个庙在附近，就在哪里度过他最后的人生。最后的逍遥时光，1999年11月22号是早上2点钟的时候，那个是我去苏丹敏达粉的时候，去玛耶坡的时候。去加尔各答的时候，我都有很好的机会得到他莲花组的感见。当时我请愿给他，有什么新印刷的书，我都给他看。我用印度片册的。有一些，当时在玛耶坡，去了 Guru Dev 去带着一本新印的书。是苏勒巴提格索米普里马哈拉什的庙宇那边，当时古鲁代是一个很伟大的阿查里亚典范师，他在灵性导师面前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很谦卑地把这个书呈现给他看。在这里说到，后来英文那个印刷的书也请愿给那个须勒普里格说明马哈拉去。Jiva Dharma 维林的天阶永恒的拆弹也经这些书纷纷的进入心意的纷纷，还有其他英文的书都呈现给这个伟大的灵性导师，他很高兴，顺势还鼓励我印多些书。事实上，我其中一个神兄弟 Ramesh Prabhu 做了一个访问，一个录音，去了 Puri Maharaj。荣耀我们的 Guru Dev， 特别是那个书本的还有西方的传教方面，他很高兴从我那边接受的书，他鼓励我顺势我再印刷多些书。
任何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问我有没有新的书已经印好啊。他能在当咕噜队进就是永恒的逍遥时光的时候，他安抚我们。当我们的什么点没有在对瓦伦的勾爹妈骑的时候，他安抚我们。不是相反，是有罪的。当马杜皮尔佩布服务巴提普莫普里古川米马哈拉的时候，在他最后人生的日子的时候，在他孤独今日永恒逍遥时候时光的时候，我们除了 Good Dave 顺息 Mother Priya Prabhu 怎么样去做服务，怎么样去做最后的服务，怎么样服务的薪水是怎么样的，明白到伟大的奉献节，超人的逍遥时光，两节都进行的。We know that Srila Bhakti Pragyan Kesava Maharaj 对于我们很有情感。那个 Puri Maharaj 说的，任何时候知道 ，we know that 这是长西宫，我们的西宫，不在麦耶婆的时候。有一次，并没有任何人。就好似 Vinoda 的一样，对他那么多的情感，那么舍利普里格双面马拉完全的皈依。帕布帕一，他是帕布帕一个永恒的同友，在课堂的时候，还有在讲课的时候。今天的讲课也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 ，Back to Bhakti 的网站上面。去了巴巴巴的永恒的同游，进行课堂的时候，还讲课的时候，他会喝那个双眼睛，充满那个泪水，在他眼睛完全灌注入激发性的妨碍里面。他会讲说一些很深的觉悟，讨论到霸气的真理，所有听众都受到他的鼓舞。他是苏门马哈帕布的谦卑容忍的世界的发生，被一波潮还有谦卑，他是最顶尖自我觉悟的聆听者，很欣赏到其他人的美德，他永远只是看到其他人的好的评级，欣赏他们，直至到今时今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批评任何人。他给我很多的，对我这个没微不足读的人都给我很多的鼓舞。我是完全全没有霸体的。库德说到他自己，很多时候我见到他从他的灯的，他赤足的在拉瓦迪走路，在瓦站84里的路走路。纵使他年纪很大了，我跟他一起吵醒，他不喝水，不吃东西，经常唱那个哈利卡塔，说那个哈利卡塔。我走去见他，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见他，有15天，在他没有演技的时候，那时候他不说话，完全不说话了，把眼睛闭上。我敢找住他莲花柱说，我是你最微不足道的仆人。我们的 Guru Dev 说，
他捉住我们 group day 的手，从他的手里面找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的 Prabhupada 对我们输的 group day 的东西。 Prabhupada 要离开的一个人是一两天之前， Prabhupada 找住输的 group day， group day 去到帕布帕有一个座位，他叫了个门徒把这个座位给我们的 Gurudev。 首先他想 Gurudev 坐在这个床上面， Gurudev 说他是我的双世 Guru， 我见到你跟我见我的 Guru 一样。帕布帕叫他的门徒拿这个凳椅子过来， 坐在这个床的旁边， Gurudev 坐在旁边，然后帕布帕找住他的手。同样他在隐居之前，Srila Purim Maharaj 隐居之前，我找住他莲花竹树，我心里围不住道的仆人。他听到我说的时候，他把我的手住住，给我祝福，跟着他叫他的仆人给我 prasadam。之后就没有跟其他人再说话了，他进入他的逍遥时光。101岁的时候进入这个逍遥时光，他精通于所有的哲学真理，他是一个纯粹的奉献者，属于巴提西登达的传世。我感觉到很大的鼓舞，从他的祝福，从他的算式。现在他进入神圣的超人时光，我现在缺乏他的触碰，他的手经常给我很多的鼓舞。我现在在他不能在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悲伤。纯粹奉献者经常在灵性的世界服务 Radha Krishna， 在园林里边经常服务。同一个时间，作为受者者的形象隐居，对另外一个是很大的伤心。纵使在修持的层面，在完美收集者的影像里面，好像我们的书的帕布帕有一次写到，我从来不感觉到我咕噜马哈拉就不在的，我经常感觉到同他一起的同一个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分离的悲伤，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的层面。但是如果不知道目标的时候，我们要知觉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望去消失。如此的时候，我献上我很甜美甜美的供奉安哲里师。Pushpajan Fara那些花，我把我心的花，爱心的花供奉给他。我们做花王的时候，我们供奉我们的心。前几天我看过有一些关于供奉弟弟看过有些供奉花的时候是向 Krishna 祈祷，我们供奉花的时候跟 Krishna 祈祷说 Krishna 请你接受我的生命比花更加甜蜜更加芬芳。但是这些花不是给你自己，是供奉给Radhika 的莲花族。所有的香也是一样，借用供奉充满所有的芳芳。我把我内心的 Paschani 那个花供奉 Paramana Krishna 至高的气觉者
马哈巴格瓦顶班的奉献节，最资深的奉献节，苏苏曼巴提普里格斯瓦米马哈拉奇，把他的无缘的恩慈，他就是马杜皮耶普布，在后面那位就是马杜皮耶普布。Vaishnava Kripalesha Prati Srila Gurudev 签名 Srila Gurudev 我们 Gurudev 立信的供奉，这篇文章是我们 Gurudev 写的，他我们 Gurudev 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 Kripalesha Prati Prati 的意思就是祈祷一点的恩慈。 Vaishnava Kripalesha Prati Tridandi Bhakti Redanda Narayan Maharaj， 这是我们 Gurudev 签的名字。 Mother Pia Prabhu， 刚刚那位 Mother Pia Prabhu。 Vaishnava Kripalesha Prati Kripalesha 面一点的恩慈，我祈祷纯粹奉献节一点的恩慈。Madhu Priya Prabhu 来之前，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Okay, so tomorrow morning， 明天早上。